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消灭蛀牙菌。啊，吃哪个好呢？我要全部吃掉。哇，太好吃啦！阿布，吃完甜食要刷牙哦。我不刷，我不刷，我从来不刷牙。嘿嘿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机会来啦！记得刷牙哦！哈哈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刷牙，再也不偷懒了。便秘好难受，吃饭啦！哇，都是我爱吃的，都是我不爱吃的。茄子、西红柿，味道好奇怪。苹果、香蕉、水蜜桃，统统快走开。炸鸡、香肠、汉堡包，才是我最爱。Yummy yummy so yummy， 零食我最爱。哎呀，我的肚子胀胀的，咕噜咕噜，肚子叫。哎呀哎呀，好难受。肠道生病了，哦，原来是便秘啊！便秘，肯定是因为你挑食。那我该怎么办呀？一起来跳健康操吧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哦。揉揉肚子，画圈圈，一圈两圈三圈，蹲下站起要重复，一次两次三。手叉腰，左边右边左边。
有压力，不挑食最棒。肚子胀胀，要便便了。咕噜咕噜，肚子叫，哎呀哎呀，好难受。噗噗噗噗，放屁屁，便便便便出来了。太好了！黑眼圈的秘密。哇哦，已经十点了。哦，星星眨眼睛，哦，月亮打哈欠，哦，休息时间到，赶快去睡觉。我不要睡觉，我要玩游戏，一直到天亮。我们去游乐园喽。游乐园，我也要去。哈哈。皮皮怎么了？快看他的黑眼圈，可能是生病了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智能头盔。嘀嘟嘀嘟，睡眠严重不足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皮皮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。你脑袋有点晕，你身体没力气，你不断打哈欠，还有黑眼圈，眼睛睁不开，感觉好难受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晚上要早睡，哦，早上要早起，哦，不要黑眼圈，睡吧精神好，千万别熬夜，真是去睡觉，睡眠很重要，睡眠很重要。晚安。对肥胖说拜拜。Are you ready? 1 2 3 4 2 2 3 4，头手脚屁股全身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喂，小智呢？我在这儿。吃的多多，坐着不要冰冻，喝的变得这么胖，我也不知道。让我们帮你找找原因吧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彩虹魔法镜。原来是因为你吃的太多，还不运动，所以变肥胖了。肥胖会影响身体健康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吧。手
强壮了。嗯，以后要经常运动哦。嗯，不肥胖，身体最健康。讨厌的感冒。雪莉变身。嗯，贝勒虎开心虎，你们看我的新裙子好看吗？好漂亮呀！雪莉，今天好像有点冷，你要多穿一点哦。哼，我不怕冷，我就要穿新裙子。雪莉感冒了。躺在床上没有力气，好难受，好难受。鼻子被堵住了，鼻涕擦不干净，一直打喷嚏，哈啾，直打。让我们来帮雪莉检查一下身体吧。嗯，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闪电听诊器。我们是坏坏的感冒细菌。哦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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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我懂。哈哈哈！雪莉，快吃感冒药丸。嗯，不要，药丸好苦，我不吃。传染哦，手上细菌多。哇，太好玩了，要一起玩吗？我们想玩蹦蹦床，接着再玩滑滑梯，还要再玩海洋球，好玩的东西真多呀。好香啊！哇，我要一个面包。好，给你。好。哇，多多，不可以，你要先洗手。没错，你刚才碰了这么多东西，手上肯定有细菌的。哪有细菌？我的手干净着呢。你们看，多多，细菌是肉眼看不见的。我才不信呢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超级放大镜。耶。
脏脏的手是我们最爱的游乐园。怎么有这么多细菌？蹦蹦床上有细菌，滑滑梯上有细菌，海洋球上有细菌，细菌爬到你手上。怎么办？一起来洗手吧。擦擦杯子，起泡泡，手心手背都搓搓，指缝之间记得洗，清水冲冲擦干净。吃饭之前要洗手，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做完游戏要洗手，经常洗手细菌少。我还要洗一遍。擦擦杯子，起泡泡，手心手背都搓搓，指缝之间记得洗，清水冲冲擦干净，经常洗手细菌少。多多，以后吃东西前要记得洗手哦。那我去吃面包喽。不好意思，面包卖完了。